请我们石主委哈。啊，请石主委。喂，好。哎，石主委好。是，好哈。我想早听了一早上，你也笑了一早上哈。这个每个委员都是在问你哈，我们有关于中嘉并购案，那如何借尸还魂，避免借尸还魂嘛哈？这个每个都在问这个问题。我想中嘉网络啊，是我们全国最大的有那个有线电视的系统业者嘛哈，它的用户多达129万户，那占有率是26%哈。所以说每个委员呢、啊，特别问你哈，都特别紧张哈。我想大法官会议解释哈，那个613号令，他有讲过哈，这个通讯传播媒体啊，它是形成一个公共意见的媒介与平台，所以说每个人都很紧张嘛，对不对？他是可以监督总统啊、五院嘛，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最重要就是国家的政策的目的和政党的公共功能，所以每个人非常的紧张。问你，那、啊、你刚才有讲到早上非常讲到非常很清楚，讲什么？行政与立法是不同的，所以说你行政单位，你一定会去监督，一定会去管制，一定会去给他把守把关很好，对不对？是不是？对，我们对于法律的执行呢，这是我们职责。所以你从头到尾，从早上到现在就讲没有问题嘛，对不对？应该都没有问题，你都会把关的很好，是不是？所以说每个委员问你嘛，对。我们以法律所授予的职权去履行。所以说每个委员都很担心我们今天的这个媒体界。哦、这个就是我们中嘉、哦、是不是有外资进来？我想这边有一个图案、哦跟别的委员可能不一样，这是你已经核定的嘛，对不对？是不是？哎，然后那个中嘉有限公司，然后他有购入我们中嘉有限公那个有线电视台嘛，哈、哦，然后远传又去跟中嘉买嘛，对不对？是不是？然后又跟摩登斯坦利公司有没有策略联盟哈、哦？然后又一个荷兰山有没有？也有认购哈，认购股权。我想这个图案很清楚，所以每个人会非常紧张，是怕说是不是有中资啊进入嘛，对不对？是不是？请你说明一下，如何避免借尸还魂？我在这个案子我看不到尸体，所以不知道怎么借尸还魂啊、嗯。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委员所提的，应该是指他会不会用某种方式呢去掩饰入资。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在两岸关系条例里面很清楚的，这个限制投资项目是根本不可以出现的。如果违法情况的话，我相信其他机关都会严格把关，尤其是在这个入资的部分的主管机关呢。对，每个委员就是担心这个问题嘛，但是不是？本会并不是入资主管机关。嗯，好。那另外一件我要请教主委的哈，就是有线电视分组付费的问题哈。我想这个问题哈，是对我们一般老百姓比较特别重要的哈，像我们有线电视有分51个区嘛哈，那有62家的系统业者哈，俗称第四台嘛，对不对？是不是哈？那他们现在名称都已经慢慢进化了，进化了，对的，可以了。那我们大概，可是地方老百姓还是讲，哎，第四台，你们家有没有装第四台啊？有，第四台就是这样的。那进化之后，以后就不是这样子称呼了嘛哈。那全台最多的那个有线电视哦，它已经非常固定了，你也很清楚嘛哈。那根本没有什么选择的空间了，只有包套全买嘛，全部都收嘛哈。那就很这五大个电视台啊，都被那个五大系统所包瓜分掉了嘛哈，到现在嘛哈。那我今天想问的问题就是说，12月6号的时候，就上一届第八期会议的时候哈，我们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有通过嘛哈，有线电视分组付费的原则要交由 NCC 来负责订定相关之办法，对不对哈？是，并要在6个月之内订好送立法院审议，是不是？那我请问主委，今天是3月9号嘛哈，距离不到3个月哈，召开说明会与公听会的情况是如何？请你说明一下。我们现在已经进行规划了，那一定会如期达成这个第八届第八会期交代的任务，没有问题嘛哈？是。那距离12月6号也过了3个月嘛？那 NCC 掌握了分组付费模式，有没有？又如何？那个现在又如何？根本报，其实在这个大院决议之前呢，分组了吗？我们已经分组付费有本会提出的草案跟各方提出的相对的方案呢，已经至少4套以上的。我们其实意见都持续在征询，那最后要以什么样的形式去通过分组付费呢？大院的决议其实就是要既可行，也要各方有比较高的共识，我们会朝这方向去尽力。我想分组付费啊，是我们老百姓一般老百姓所关心最重要的问题啊，就 NCC 一定要尽力尽全力在我们这个规定时间内哈，半年
是要把它弄出来哈。那行政院那个数位汇流方案呢、啊，敲定在2017年嘛哈，有线电视叫全面数位化嘛，现在是类比的是非常少嘛，然后一般的我们的俗称刚才说第四台嘛哈，有线电视都已经鼓励大家用户啊都要用我们的数位电视哈，那装那个机上盒嘛哈。那数位化您说哈已经达到87%哈，可是目前呢实施分组付费的业者。他现在只有8家呢，是很少哦。那达成率只有14%哈、哦，那你有信心在9个月后会达到目标吗？鲍委员，数位化是一个进度，那分组付费是另外一个情境，另外一个啊。陈时跟委员说，分组付费会比较困难跟复杂，会哈、哦，是不是？那你都知道现在那个我们要数位化，它推动的状况如何？每一家业者，跟委员报告，其实那问你啊，第一台要不要钱？我们一般家庭有几台？根据我们的那个要点呢，其实前面2台机上盒都不能够收费，必须用借的。可是地方一般的第四台业者，第一台是不收费的，是第二台以上就要收费。收什么费？这个500块的押金，是叫押金呢、啊？他们没有收费哦，是押金。是哦，你说的2台不用付费。跟这个可能状况不大一样。跟文报，我们如果你不要用的时候，他说押金再还你嘛。是，对对，跟文报，我们的那个数位化那个实验区方案是2台都不可以收钱。那委员刚才所提到的是那个没有加入实验区方案的业者。这个有加入了，你放心了，这个都有加入。所以说你 NEC 还要去管一下，要看一下，好，我们会注意，好不好？注意一下，请委员告诉我们那具体。如果是这样子，你真的不用钱的话，他会比较接受，对不对？你用押金500块。民众会认为说这个500块可能是有去无回哈，这个非常重要，对我们数位化的那个进行啊进展了是非常重要的哈。是，我们也了解桃园地区哪些业者有刚才我们所说的。到私下我会跟你报告一下哈。不敢不敢。那请问主委哦，全球化哈的用户哦享有 A、B、C 的那个餐点服务哈，你要如何解决这种弱势，或是刚才说收讯不佳的一种区域哦？刚才我们很多委员讲过，这个数位落差哈，你要如何补救？请你说明一下。先跟委员说明，这个硬体的部分，先是要那个信号可达区域要够。那这一点呢，就已经要在技术跟那个设备上要很多的投入。目前我们大概行动的部分呢，是在这个业者建设已经达到人口涵盖都到94%，甚至到99%的程度了。那第二个是有关于固定网络的连接呢，台湾也是少数可以突破94%，甚至到96%以上的涵盖度。那这是有关于无线跟有线信号的到达。第二个就是刚才肖委员提到的，那个内容是什么？那要什么讯息可以送到偏远地区？那目前会有2种方案，一个是传统媒体的单向的信号的播送方式，另外一个呢就是宽频上网，然后互动的点选方式。那这2点其实都要靠第一个部分的那个硬体跟技术能够至少先涵盖，这2面都要达到。那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呢，其实所有法治先进国家都会以商业呢，它固然要投入，那政府的公共建设责任呢，会2边相互接轨。那我们也希望在制度上2边都很健全，这时候民众才可以实质获益，不但信号收得到，而且内容会非常丰富。那主委讲的很有道理啊，但是你讲的偏远地区一些设备设施，像网络来执行。可是你现在发现有没有？现在一般的大楼啊，超过10楼、15楼以上，就开始收讯很差了，而且还是在都市、啊。哦，很多数位化的，像一般也是在都市啊，像我讲一个，我们中壢地区哈，中壢大不大？它大，真的中壢的那个市区的收视没问题。它就靠新屋那边。你跑到新屋的内壢了，有没有？在偏龙岗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讯号又不好了。是，你算一个城市嘛，他们会认为说，这边怎么讯号的落差这么多？有没有？我们去了解他那边可能光接点不够密，我们去了解他技术上的问题。技术上问题，我想 NCC 一定要帮忙，一定要协助一下，不然现在使用者付费，他收的效果并不是这样，他数位落差这么大，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老百姓是非常不公平的。我刚才一直讲哈，那民众最需要的就刚才我讲的哈，这个分组付费一定要尽速完成，一定要在时间内。主委，你有没有信心？应该有信心吧。我们一定会在期限内提出方案。好，另外一个最重要叫整合紧急灾变的及时发布系统，这个有没有重要？非常重要。我想日本的 NHK， 我想那些都我们邻近国家讲都是非常进步的，他马上就发布了。我们这个既然有线电视收视户这么多，我想他发布的时候时间不长短不一，那民众不能了解及时状况，我想这个
那我们行政院还有气象局还有全国电子媒体互联的情形现在是如何？请你说明一下。好，我简单跟委员报告，有关于行动通信的部分，那个手机跟业者系统网络部分，我们规范跟建设都完成了。很多人都知道。那但是上游有 PWS， 行政院有各种讯息包含的土石流、地震、台风跟救灾资讯呢，它有一个 PWS， 就 Public Warning System，那一边的系统平台要整合。那你觉得这系统整合之后互联最快、有多久才能传播给民众最快？这是这个在目前行政院是在科技部底下专设一个法人在处理这个事务。那你也不知道多久吗？我们所知道的报告委员，这个我在行政院已经提醒各部会务必要加速，要快一点好不好？是，这个跟邻近国家是不能比，而且民众知的权益也非常重要，是也要知道说我们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像地震有没有，很多人搞不清楚，第二天早上起床还不知道，也没有开收音机，也没有上网路，等到办公室坐下来的时候，看到报纸或者什么，听了人家讲，已经太迟了，太迟了，我想这个速度还是要加快一点，谢谢你，谢谢委员。